谢寿司。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二个才艺吧。哦，等一下，我们开场的话，今天多上才艺啊。三款定义吧，对，带点手。要是，谁跳？Sayangku, hari ini aku cantik, cantik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di hatimu. Hey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 Bidadari di hatimu, hey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 emang lagi manja, lagi pengen dimanja, pengen berduaan dengan dirimu saja. Emang lagi cantik, tapi bukan so cantik, cantik cantik ini hanya untuk dirimu. Bagai bidadari, bidadari hatimu. Hei sayangku, perlakukanlah diriku seperti seorang ratu. Ku ingin dimanjakanmu.现在娜娜开始啊，上热舞 OK。各位大
墙上，你要八三八九立。
3000赞，众人食材火焰高，大家点赞先完成十万赞。欢迎694哥。
跳了三首音乐了，坐吧。长妹子不是嫁人，又搞到几头牛了。欢迎龙之梦。你还要定义，还要跳一次啊？你跳聊聊。长妹卡的也很准，对。你还要跳吗？跳一个也可以啊。不跳了。我看三首音乐的跳完了，谢谢文仔仔的啤酒。我放个背景音乐哦。欢迎六九四。最神秘的，欢迎老头哥，老头哥你好。欢迎老头哥，老头哥你好。他们有新的舞蹈吗？我们都安排了新的舞蹈给他们学习啊，但是这两天重点在电歌。这三个妹子圆滚好漂亮啊，我感觉有点好的一些。欢迎老哥，欢迎老哥，老哥晚上好。老哥晚上好。娜娜唱首歌好不好？娜娜等待有我承诺，娜娜唱那个天津，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阿广，哎，我你比赛，你什么的？我躺躺地，你比小星星，我躺地，也让躺地。蒙娜丽明天能拍个八麦的长视频吗？可以啊。百看不厌的 Lisa。 王米老晚上好，阿广兄弟姐妹们晚上好，晚上好老哥。娜娜来唱首歌，等一下，我还要切换一下唱歌模式。Hello， 可以了。迎青春吹到了你的长发，让它像旖旎的梦。不知不觉，其实心的旅行已继续留你笑容。红红西装，蓝蓝的天，像个神秘的可疑星。吹影不明，隔夜的你，真空冬眠的影子。青春追影的花朵，展开了深情你。红叶飞起飞来的腼腆的飞，谁心幻想你的笑颜。传来多时候是自送美丽安排，对影不明，黑夜的你那难以坚定光照。看我看一眼，把陌生红叶送红西川无愧不行，永夜的爱人明了冷天就心在花末里，细细有记忆回应飘起飘来的笔，细水山长一记心里心心意。春来红湿了怀中色自身里细手我飞出的人气中，我尽的光环。
的爱人，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将以你的梦，不知不觉间星星的旅行已记醒了你笑容，红红时钟啦啦的天心歌声你的开心，追影不灭歌也到你真空冬眠的影子，追影不灭歌也到你真空冬眠的影子，38个娜娜唱歌怎么这么急？八三八个，你说的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唱得太急了吗？还是准备不够充分呢？还是其他方面？多听多唱，你就会自然会了。美女唱中文歌，每天都在进步。好的，谢谢蓝三哥。明显哥，明显兄弟，娜娜这个带有湖南衡阳口音味道，是吗？我都没有教，没怎么教他，我就是给他纠正了一下。欢迎郑岩哥，欢迎郑岩哥，郑岩哥你好。我没麦的。你有麦了？我老是把麦往他们那边递，他们说有麦了。你一直玩这，现在的广女郎青春妩媚，朝气蓬勃，舞姿无限变化。完全超越旧广女郎，舞步自悦，优美程度甚至超越其他直播间。好的，谢谢你一直王子。任贤哥，你可以去看看麦唱妹视频也可以。哎，海哥，你就只看了八妹的视频啊？你没看其他妹子的视频吗？还有哪个妹子给你留下的印象深刻啊？今天你找八妹的视频看了一下午，明天也还有一点她的视频。老哥，外国人唱中文歌曲有点难，慢慢的改编，对，放松放松就好了。欢迎郑岩哥，郑岩哥晚上好。娜娜是湖南衡阳人。兄弟姐妹们晚上好，晚上好，郑岩哥。我听着听着就有点急。娜娜唱歌长词学，学音短，跟阿广学的，阿广说话快，我这个语速是确实快了点啊。我这个语速做视频还是比较占优势，语速比较快，但是可能做直播的话真的是快了点。娜娜，娜娜是广女郎真正的台柱子。我们来比赛好不好？今天OK， 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是他们每天都期待的比赛环节啊。拿到进步神速，好的，洋溢释放。我们先让他们来抽签，抽签。他们这个比赛每个人都很上心，这跟他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啊，因为有奖金。谁第一？小西第一啊，没有了，不得不得第一，小西啊，小西，小西第二嘞，小娜娜，没有，第二是娜娜，娜娜，第二是哪个？娜娜第二，第二第二，彩彩妹第三，丽莎经常是第四哦。拉票拉票拉票。他们先拉一下票，我找哥哥姐姐们支持我一下，支持一个小星星。宋坤掉光啊，是宋坤，宋坤。哥哥姐姐们，
这是我一下，这是，这是一个音鼓，音符。就是我试试一下啊。家人们，他们的比赛开始了。小西是小星星，娜娜是音符。
天使小溪472票，娜娜473票，两个人都是473票，474票。我是地球的主，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我刚才是谁刷的？谁刷的？刷给娜娜的？我刚才没看到，我要看那个计时器的票数。有舒服的，请兄弟们包含一下。谢谢榜，谢谢马来西亚大哥，谢谢，谢谢马来西亚，谢谢麻辣，谢谢大哥，谢谢海森林哥，谢谢海森林哥。谢谢红红哥，谢谢红红哥，谢谢杨毅四方哥，谢谢杨毅四方哥，谢谢郑岩哥，谢谢郑岩哥，谢谢838哥，谢谢838哥，谢谢贵妇地房丸，谢谢贵妇地房丸，贵妇地房丸，谢谢东部沿海，谢谢沿海哥，谢谢沿海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谢谢各位大哥，这我们是输，谢谢啊。他们两个人是474票对473票。再比一分钟，再比我们等一下还有第二轮呢。我们就是拉票，拉票，拉票。哥哥姐姐们，支持我一下哦，支持一个小星星。哥哥姐姐们，支持我一下，支持一个音符。这个Lisa 还会说，她是有感情的拉票啊，高水平的，她的这个拉票水平超越了其他的妹子。这是踩什么小星星啊？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谢谢旧梦少年哥，谢谢贵妇地房丸。谢谢旧梦少年哥，谢谢文仔仔，谢谢老哥的小星星。唱什么？
占据。现在产生卖887票，一场358票。谢谢老树哥188个音符。是彩三妹914票，丽莎776票，谢谢老朱哥，感谢老朱哥送了这么多音符，谢谢榜，欢迎房太极大哥，谢谢旧梦少年哥，谢谢旧梦少年哥，谢谢贵妇地方玩哥，感谢旧梦地方哥，贵妇地方玩哥，贵地方哥，谢谢文仔仔哥，感谢文仔仔哥，谢谢，谢谢老哥。谢谢任贤哥，感谢任贤哥，谢谢。谢谢东部沿海哥，感谢东部沿海哥，谢谢。沿海哥，谢谢沿海哥。谢谢老朱哥，谢谢老朱哥。谢谢郑岩哥，感谢郑岩哥。谢谢奇不怪哥，感谢奇不怪哥。谢谢马来西亚大哥，感谢马来西亚大哥。谢谢肉哥，感谢肉哥，谢谢。谢谢各位大哥对我们支持，谢谢。坐一下吧。我们第一轮是彩三妹领先啊，900多票。怎么了？要不，哎。小西今天看今天他的那个歌有没有进步了，小西来唱首歌吧，小西。OK。OK 啊。